宋亚轩、刘耀文 Chinese idols of new generation. They've joined TFM since young. With each other's company, they got through trainee days and finally debuted together as members of Teens in Times. TNT Rich Rich Bong Bong TUI. TNT 蹦 TV 一进一次三二一，你还是开会吗？把我们叫到一个这种地方来，结果是来干嘛呢？粤语传销通报。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来开会的，就是导演会。导演会，那我们怎么拍摄吗？对，你们今天呢就是七位导演。哇、wow、哦！我就是挑战不可能。这个 MV 呢也跟郑蹦蹦相关。跟谁？哦。然后等这个 MV 你们拍完，我们上线，它的那个播放量到一百万的时候，可以给你们一百蹦蹦。全员一万，一千块钱。我觉得这个镜头今天一天都在张震手里，怎么回事？怎么就坏了？这样 ，all in 的全拿，我全拿。不不不，我太多了。我要唱歌，我想要第一段副歌，我要第一段主歌。你的哇，那个就是那个我是我的节奏，然后当那个小马的那个。我唱我自己的 rap 呗。我打破常规，我就像悟空。我想要第一段副歌，想逃。看吧。副歌就打拳击，我感觉就像天文望远镜。这段我就把第二段呢，我爸妈倒是我故意，是我故意要让你吓到，全部，这就是我的吧。真厉害，真厉害。我先来吧。我王抽最后的。耶，没有。哦，哎呦，我也想要那个。就我拍的东西里面，必须都是那个吗？什么鬼？真的翻了一个骆驼了。Kiyomi, Kiki Kiyomi, Chocolate Peanut, 他们说羊驼是最温顺的动物。他只是会吐你口水。对，你想他会吐你口水没什么。你如果抢他吃的，他还会吐你身上。这不是喝的东西吗？给我了，给我了。我东西怎么就没了？乖呀，他。哇，好柔啊。喝了好软的，你轻轻拉他一下，他就回来了，真的。啊，软软的，别欺负别人，以为别人。对呀、啊。你轻轻拉他一下。啊、你别叫，你轻轻拉他就回来了。啊，好乖耶，真的乖，好乖哦，我也想你啊。上头是他们家养的吗？那我们现在开始拍吗？不拍吧。帅、大哥。起身。Meanwhile， 怎么表达呢，导演？你看着来就行。不不，我需要你，需要你。绝对打不中。你就没有挑逼。哎，他怎么飞出来了？就当面打，真的是有危险。我是他的，你给生命危险。不用看镜头，不用看镜头是吧？这终于轮到开始我出场，让我来向你自我介绍。你这拍的什么呀？你要拍那个东西啊？该张导了，张导，张导，张导，赶紧的，张导。我表面上是一个。两只脚再翘上去，那你眼睛要反着的，漂亮。你不能拍喜剧片吗？你要让羊驼看着撩我。来，转向，看他看看。配合，那就让贺建林，你看羊驼就很喜欢小马哥。哎呦，我这边都是这样。哇，你们把别人惹好吓人啊！别等会儿吐你狗血。别想回家，你看，把那个人间真情给我。这样吧，张导，需要帮忙吗？同学朋友，再给人互动。同学朋友，才明白我。同学朋友才明白，然后你表情要镇定一点。
咱们哥来帮我整来拍张照，可以，没有问题。你在哪？下面。谢谢一下。你在干嘛？不行，太黑了，我帮你们打个光。等一下。嗯。吃草。你还没给我设计呢，张导。这样吧，既然是这样，那就你们也转下来。啥？四个人你们在背后打配合。好，可以，我觉得可以。转下来。翔哥，为什么我要钻下来？快快快，张导，张导，张导，快一遍一遍，张导，快、啊、张导，张导，帮我安排下来，拍不到上面，只能拍下面，然后我推。张导，没时间了。张导，你快一点，羊驼过来了。羊驼，翔哥就在那儿。你别走，哥，你稳了。探镜头也可以。张导，张导进来一点，他不是狗。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等一下。我受到了攻击，我受到了攻击，你不要怕他，你不要，我受到了攻击，你不要怕他，你不要。嘿，跳下来怎么跑了？我们刚刚遭受到了攻击，然后我就为什么非要蹲到下面？再把羊驼牵过来，你有事儿吗？你拍一，我拍一。猛哥很帅吗？拍了吗？然后小马哥，就是能黑懂我。张导 ，OK， 张导吧。三，二，一。如果有在是伪装，就听我说吧。哎呀，你不能一天都不学无术，你知道吗？对，玩物丧志的。你看看我，动我，动我，我能不能站起来？站。好好学习好不好？对，不能玩游戏好不好？对，把它打进去。我不放，以后再玩什么？赶紧说吧。对。好，少吃一点好吗？对。谁？我是不是长得很帅？镜头呢？机会在那儿呢。我来吓到啊 ！Oh no！开机了吗？三二一，看头就行了，也可以站起来，只要你来得及。我们先唱第一句，或者就把鸭子放过来啊。好的哈。一起来哇哇哇！等一下。一起来哇哇哇！哇哇哇！一起来哇哇哇！不在乎解释的哇哇哇哇哇！一起来哇哇哇！哇哇哇！让你说句哇哇哇哇哇！对不起，怎么了？我倒了。张导，这个鸭子可能推不过来。你看呀，一起来哇哇呜！对，你再甩过来就行了。哇哇哇哇呜！我天！哇！躺下啊！就不能躺个干净的地方？就躺下，躺我脚上吧，躺我脚上，躺鞋上。我先躺下。不是，我觉得这个这儿冷了，自拍啊，就这样。哎，是可以的。这对，自拍的。你试一下，试一下。不是刚刚试了，这个好像可以。有点小累啊。对啊。我怎么滚？你给我演示一下。就打滚。哎呀，我没学会呀。就躺着一下滚，对，滚就行了，滚就对了，滚就对了，快一点。啊，这个又要回去洗，来吧，要不然垫我鞋上。不能你抖腿，扛着扛着，抖腿。哇哇哇哇！我没。不，你看，我围一圈，围一圈，啊，围一圈，快。这 OK 吗？截拳道的奥运是什么？让就是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拳，就是我守在这儿。那离我远一点，最快的不就是了？对吧？直接这么穿，把那个车给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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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外表解读哦。
考虑。我觉得可以。痛，真的好痛。哎，没打完。哎，各位，康档康档，对着他，康档。对啊，我们要对着他哎。对，然后这样，康档康档。OK 吗？然后。啊。对不起。好，换人。那下一个，下一个是谁？我看一下。张子然，下去。快躺。你的是什么？别用外表解读我。那你就、啊、那你就真拧的，你就卖萌。What？ 你选猴子，选猴子。你在下面打。这样。选猴子，选猴子。哇，你这样。哦，别用外表解读我，我的对手现在是我。不，你要在下面打地板。还要打地板吗？不要这样，别让外面监督我。你得这样，我是导演，你得救我的。然后就仰天一下。啊？哪个？哎，我要夸张一点。夸张？你要这样？能不能有一点奉献精神？你需要这样。夸张。用力。但是你第一个要卖萌，第一个是很可爱的，第二个是表情超像，好不好？来，开机。非常好，翻白眼了，让看一下。What？ 你站后面去，那踩吧，抱着上去。不要看在后面。哥，你先让我牵一下，我也用我的轻功上去。二一，走。行吗？你抱着，不行吗？你要烦了。我的天！哎呀，可以，你们就这样拖着吧。行吗？好，拖着来。镜头给我。来，两个拖住我。你们所有人全部拖着。我会挡住他。我这样拍他。张志远表情好看一点，好不好？你要觉得很轻松，好吗？啊！这个世界除了我，往后跳，我要吓到，等会儿我要抬起来。是这儿吗？哦，就是那个。是我故意要让你吓到。啊、哦！来了，不是这儿啊！来了，别堵我。再往前一点。啊，这儿。太重了！说你多少斤了，我的天？128。好厉害！快，张志远，在哪儿？在哪儿？啊，好重。来，就这儿。我故意要太重了。下来。再来，重新上一次，重新上。太重了，他太重。你表情好看一点，128。快上啊！走啊！我好重。不对呀，七个人怎么分？121，哪来的七个人呢？5个人，我分一个人也。好，来，就这个样子。好，3、2、1，好。冷静。脸好看一点。来了。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我开心。这样，我觉得可以，可不可以？对。我来个两个 rap 吧，我要来。我的。你先来，不然。好啊，你先来。快，帮我！没办法，我要夹着你的。没有，你的脚撇着我。哎，待会儿可能需要你帮我抬起来。我以为我夹着你呢，吓死我！我看个肩。直接坐轿子吧。对，坐轿子把我抬起来。来，轿子。我需要。待会儿。我现在在下面架着你。我现在下面架着你。你悟空的时候，我就直接架起来。哎，这个很不错。看见了 ，Hello， 妈妈家儿。啊，妈妈家儿啊。Hello， 妈妈家儿。哪里妈妈家儿哦？闪呐！哎呀，没事。说什么还是巧进来。那个不是妈妈家儿吗？哦，小张，你的手真的手了啊！哦，小马哥，你的脚杆。等一下。好帅啊！哦，那小张到了吗？哎呀，就来一张妈妈家了。想起来，我做过他的妈妈家。那我们干嘛呢？你们在前面。妈妈。不是没梦想。脚放后面，就是我先低下去，然后先拍我，然后就是到时候他就是前的话，你就跟着前，然后在上面耍帅哦，没问题。然后你们在前面蹲，放心。
就一起蹲起来就好，一起起来就好。要让你吓到起来吗？啊，不是哪儿起来呀、啊？说一个点。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你唱一下。对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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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哒。哎，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不太突然了。这样，我们两个他们起来的时候，我们两个。来，你们两个扶一下，扶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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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我觉得新政台。厉害厉害！人工生降台 ，OK， 我们来吧，我们等会儿我吹，要吹两个人。我们要先听音乐，来，你先放音乐嘛。老狗吗？我先听一下姐了。你正面抓住我，先试一下。还是第二段是吧？悟空还没到。悟空不是还没到吗？悟空啊，不是第到了第二句啊，懂了懂了，再来一次。拿第二个，停！你撤下去，起来有用啊！可以，哎，可以吗？可以吗？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再来一遍吧！来吧，接着来了，来，先来啊！好，等下抽烟了啊！太气，太气，怎么抽烟了？没事，先抽着，先让他抽着，来来来，一遍，先抽着啊！抽一会儿，没事，能坚持吗？来，等一下啊 ，OK， 张娟儿加油，只要我不抽就张娟儿漏油，你先抽一会儿，你抽筋还得了，你抽筋我们都扶不住你们，没事，相信我，来吧来吧来吧，相信你，我就是相信你，快，张娟儿抽筋我扶，三二一，开始，嗨一点，上面的扶翔哥，又，别抢他进，悟空。OK，厉害，真源，你让我出来，有点累，太厉害了。还有下一个是什么？要玩的那个，我在那儿转，我在哪儿拍啊？我们就乖乖坐在那就好了，我们在那蹲着，我们就这个样子，这世界除了我其他都很普通，然后我们就这样过来，我觉得可以，然后其他都很普通。哦，对，就我一个独特一点。对啊，想想啊，你们搭火车吧。啊，这世界除了我其他都很普通，抓紧每一刻，练好我的武功。我们后面那个飞火车我拍过去就好。然后我们就四个镜头跟着我，就来个全景就好了。你跟他，你来个全大全景就好。快蹲啊！怎么蹲啊？蹲啊！我蹲那干嘛？普通穿手，我们普通一点，我们普通一点，我们普通一点。穿手快，揣进去，揣进去，揣进哪？这样。不，我觉得我们是那种，就是看一样，就是除了他，其他都很普通嘛。我们普通一点。这世界除了我家的普通，哎，抓紧每一刻练好我的武功，所有问题解决好像非常轻松，不要忘记我们所追求的初衷。张娟，哎，宋璇，就你不普通，你看。这世界除了我家的普通，哎，抓紧每一刻练好我的武功，所有问题解决好像非常轻松，不要忘记我们出发的初衷。OK， 你站在这唱，我们搭火车过去，我们搭火车过来，对，可以，不，要一直看着他，也是要一直看着。后面来一个，山老师这儿拍，山老师在这儿拍，在这儿拍，他要再前面一点吧，我们要走过去是吧？走啊，你们跑慢一点，还没走。这世界除了我家的普通，哎，这是每个练好我的武功，所有问题解决好像非常轻松。我们看起来一点都不普通，我看起来跟我非常的不，我们应该统一这个步子，我非常不普通。我们应该这样过去，我非常不普通。
让蛙哥摆圈吧，正正你的杰作。好、哦，不小心肯定，不小心肯定的时候把那个砖一脚踹掉就好了。小轩也跟他一起摆，可以，因为是你的坑。然后小马哥把那个砖踢了。哦，但是别担心，我长不大的时候看一眼，然后把那个砖给劈了，我会比谁都强的。哎别担心，我手不大。对，不死拿着两个砖拍，不死一个。哎，拼下去好。大家就站在一排。我鬼那个地方，我鬼比谁都强大。不死一个。还要赢，是不是？拿起来要右手，强大不是两半了吗？让小马哥上一人。这是我的全校通了。我鬼比谁都强大。来了。拍呀、啊！你干嘛拍碎呀、啊？我不是不拍碎吗？我强大的时候拍碎。他拍断。啊！嫌弃嫌弃啊！什么鬼？什么鬼？你是忘他干嘛呀？我要推了。不是，他忘了，他肯定忘了。我应该先后抢两个砖。我别再去捡了。来吧来吧，再来。然后我们就跟着他绿灯往那边走。灯枪出发一首。第一排砖男团，我就。三二一，开始。前期啊。不是我的，是你的。上马车入境了。你比那个好。真的好。哈士奇真的，哈士奇真的比萨摩耶好。要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不会怕。萨摩耶怕不得。啊哇哦！那萨摩耶真不得，真不得。我家那只真的一点不得。我一直很想养哈士奇。我也好想买哈士奇啊。来，好想养。你就是哈士奇，你不需要养了。来吧，来吧，来吧。我爷爷家好像也。导演，看你们的温暖的小脚丫。你们要做做那个。哇哇哇！就那个哇哦哇哦哇哦，老师，哇哇，就是拍我们的脚，哇哇哇哇，就是那种结了上半身就只有脚，来来来，好，好，不是这样，一排，一排一排一排，随便站一排，站一排，是的。跳不跳就哇哇哇！哇哇哇！跳不跳？不跳。我们只接那个就好。先左脚，先左脚。哇哇哇！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21256257。哇哇哇！开心。我你们会跳皮筋啊？我你们会跳皮筋啊？我这翻到我们的收购旧冰箱。哇哇哇！悄悄在。长大的娃娃。哇！又做又做又做哇哇哇！悄悄在长大的娃娃。不做这个，我就顺一下动作。一起来哇哇哇！好了，没了。悄悄在长大的娃娃，哇！悄悄在长大。我没跳那个哇。泡泡脚，喝姜汤，喝酒。一起来哇！聊会儿也。啊！哇！傻学。直的直上直下。啊。强哥，直上直下。OK。哒哒哒哒哒。OK。你跳一个，你跳一个。哇！啊！一起来哇哇哇！跳跳再长大的娃娃。OK OK。傻张子。我感受不到你的温度。手心。什么？啊！天，好棒！我真的好蠢，来，我真的是很冷。蛇，和你
我跟你说，吃不过三啊。过了三遍，即使真的是来了，大家也不管了。都是我开机，哇！不过其实我想拍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每天晨练那种。What？ 啊，就是那种哦，那种，就是团队冲拳，随便跳的那个也可以。这是哪一段啊？他想让我们随便就。哎，我该打这个的呀。OK 了。怎么？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哇！你回去老师那个。走。哎，什么唱？就是那种奇怪的运镜吗？要转。看不下。Thank you.
我幼稚吗？看我幼稚吗？还接着这个，就别人委屈了。有些姑娘才明白我是伪装，听我说吧。来来来，不用打本了，不用打本，不用。吓人了。哎，这样也可以，然后你们就这样吧。这是一个密室。你先来。二一。嗯，爸爸，从前面点出去。哦、oh, 等一下我去玩了 OK OK 一遍过啊，一遍过，不用看了，过吧，我相信小马哥的技术。下一件是谁啊？看一下，看看吧，看吧，下一个是谁啊？应该还行，这谁的脚？来了我来挡住他，你就坐这儿，听着，我要被他后脚就坐上了，加速加速，那你们两个在拍掌吧，可以吗？多好我爱啊，上面再拍一条吧，可以，我爱 OK 啊，他回来吗？回不来了，欢迎我的宠物。看看谁是导演啊？我是导演，我在布景。念叨啊？布景，再跟我去玩就行了。算了，结束了。可以。我可以设计一个动作吗？拿着台上面一起。我先就用这个。然后最后那个是我故意要让一切都是你。第二，一会儿我就让你。第二，是我故意要让一切。可以，特别帅。不行，为什么要哭？所以我不困的、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哪个人？翔哥，我在这里当路人甲哈，拍得到。所以我在这里当路人甲，拍得到。你不养？我们一起打。那怎样？跟你一样。来试试。哎呦，我也正好跳过来。那人，那人那很厉害。慢一点，好，你看，你好几下你就不行了。人，我这意思现在都开始了不？好。胜利。第二个是谁要上来的？要不然，那你说啊，是谁的？这样，我俩。来，两个就坐下吧。我们刚刚那两个站着。啊，好的。要不然，然后我们全部蹲下，要唱的两个人就探头出来，在唱的时候。进来哇哇我。然后在这边最那边的就把唱的时候就把鸭子放过来，就按一下鸭子让它走过来，好，站起来录一个图。你的眼睛是我刷跟他的那句我把这个鸭子飞过来吗？对，然后他你们就不要动，让它直接滚过来，然后下一句的时候我再把它弄过来，就一直让它来回就行。或者你要再进来一点，或者进来一点，对，或者再进来一点，我们紧一点吧，紧一点。对，赫尔拍到了 ，OK， 那我们蹲下吧，全部蹲下。蹲下，蹲下，蹲下。然后唱的人自己出来啊，一起的时候就一起出来。开机了吗？三、二、一，看头就行了。看。你甩的时候，哇哇哇！对不起。我没起啊。鸭子还回得来吗？
一起来哇哇哇！小小在这在哭哇哇哇哇哇！一起来哇哇哇！不在乎解释的哇哇哇哇哇！让你说出哇哇。不是心动，所以不能试试。三四吗？快去！快点！不是啊，真爽啊！哎，这个是怎么分词啊？一起还是原来这样。All in， 不是全部吗？不是第二段，第二段。跟上一个那个。你不要夹着我。后面镜头啊，先这个。一起来哇哇哇！哇哇哇！一起来哇哇哇！不在乎解释的哇哇哇哇 ！No， 让你说出哇哇。好了吗？开机吗？等一下。然后你看看你怎么玩，然后你就不挡住你也不挡住他。好，然后我们来一次，三，你就正常唱就好了，然后你就夹，然后最后到那个我有纸，然后就我有纸，我有，三二一，开机 ，rolling。慢慢。是不是唱错了？我先看一下，真好笑。他这个是，我来打个饭。快15秒起，快！哎呀，别打粉了，不打了。放三二一，我上轩的啊？哦对，上轩过来坐在这儿。然后，这要摆男吗？一些男人，马哥帮忙拍一下这个，来，然后下一个我要所有人，下一个也是我，你就对着他，然后。同学朋友才明白我是伪装。然后你就稍微，哦，算了，我都不需要，我就只需要一个，这个就好了，就这个全景。听俺说吧。你就是唱，对着镜头唱，然后摸，然后我们俩一起看，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儿来。你可以亮一下，就是我也可以吗？那你。你来了，我说不好意思，来吧。真的要多出来这一块。对，我为什么要写？哎，你不需要。对，我不是很难吗？所以我拿张纸。你是从这儿摸起来，看了然后亮起来，留我再放上去。已经二次。开始，就是你知道吗？我和你互动打的分，互动的打的分。感觉很有意思的样子。我可以吗？站前面可以吗？然后你们就对着他。我没有学。不，你先滚完了之后你坐下。没事。我没有学坏。没有关系的。你也想让我在地下滚，看出来了。最后看到就要换人了。第一个就不用推开写罪。第二个我们中间会换一个人。快点来啊，快点嘛！别人不冷吗？我不冷吗？张志远，他不冷。我就一直站在这儿了。先打滚，不要打滚，打滚。你好，再出去点滚。再出去点滚。对对。但我先过了，坐起来啊！过了，没有，过了，别用，外边接着我的。我也。你要是说你要满18了，我们就让你骑着那个。我帽子戴。对。来吧。嗯。好。Yeah。
往往前面放一点点。这世界除了我，他应该坐，他应该坐一个车上，车头上，坐车头上，然后这么盘着腿，然后车慢慢开，这么开过去。我应该先要抢两个钻，我别再去捡了，我觉得捡太 low 了。不死一谁？哇，这个打雷，我们差死在干嘛？我们是排队的。让路的，我未必谁都抢到。OK，